我们 demo 一下学生在这个学期的 VR 的课哦，利用 VR 的软体 Unity， 结合 Unity 所出的强化学习的模组 ML Agent， 再结合 PyTorch 所 implement 的 DQN 强化学习呢，来训练一个智能体，好，在虚拟的场景中呢，学习去追踪一个移动的目标。那这个范例是一个外籍生哦。 罗艾多 Carlos 的成果，那下面这个范例呢是一个本国生的成果，那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 intelligent agent 智能体学会呢如何去追踪，不管这个目标物怎么移，它都会去追踪这个目标。那再下来这个范例呢是一个没有成功的范例哦，就你可以看到这个智能体没有学会，它就算目标物在这边，它只会一直的打转。